哥待会顺便听。啊？哦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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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OK， 我懂了，我犯了个错误。现在呢，我要把我们的新手机连上网了，十分期待安卓的系统卡不卡这个问题，让我来验证一下。什么都没干，啊，现在开始正式的写对联了。完了，我忘了我的微博登录密码。啊，就这样吧。我想一想。你要看一看他们征集的吗，宇哥？好啊，好啊。我收集了一个，遵从一下民意。锦绣春明花富贵，郎轩画境竹平安，我觉得还蛮有文采的。有没有笔画少一点的？他们这个我觉得有点不知道，有点不解。这个，请问这个，你们说这个？什么子夜杨随爆竹去，小城头架春风来，您一直在刷小城，请问这是个什么梗？我想想。还有没有比较笔画小一点的？因为那个其实不是我鱼写不了，是因为纸太小了，墨太少了，墨太少了，都给你留一点。对对对，不然我就我看到我的脸在屏幕上卡了一下，希望不是卡特别。我知道了。嗯。张雨欣，我的心，我最喜欢刘雨欣。又是这个。什么鬼？叫事情哦，横批我和我鱼，横批不要吓着我和鱼哥的孩子。天哪，那这个真的很硬，我要怎么写？Excuse me，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还有点鬼畜萌。我其实想画老鼠。鱼哥，你跟我在一起，然后你想的是喵，我心里面很难过。此处艾特沈梦瑶。这是个例子吗 ？Yes， 这看出来了。我觉得它虽然更像个贝壳，但是我还是认出来了。我要想一下，怎么画的呢？鱼哥，你喜欢吃芋圆吗？芋圆是什么？哦，芋圆是什么？好的，芋圆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。咦，这是什么？你画的是仓鼠吗？这个是吗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感觉这个像熊的。对，为什么画一个熊？仓鼠怎么画？仓鼠。我照你画一个。请画的美一点。没办法，它是圆的。你真的是照着我画的吗？灵魂画师，天哪，好像一点也不像，糟糕！哎，我要偷偷的看，画成个猴子一样，它像一只羊。没事，从今天起我就叫小苍羊。再想一下，我到底画的是什么？我已经懵了。下回我要开个班。其实这个是仓鼠，你认得出来吗？它也许它长得比较像猫，但是我坚信它就是我。从今天起，我叫仓猫。那它是谁？它是个猴。
我要凑齐七，七只，七只神兽，对。抽象派大师，什么？交换什么？宇哥，请你解释一下你的这是一个什么玩意？看，这个是什么窑？这个是……我不管，第三个是我，第三个是你。那我再画。哎，为什么我一定要长胡子呢？是鼻子上的胡子吗？哦，对，对啊，那个老鼠有毛的。对，这个是谁？这个也许他大概是单三吧。啊，可以，不错不错。那这个就啊，我这个是小乌龟吗？不，这么圆，我要挑战一下。我不管，反正那个仓鼠最好看了，挺可爱的。我最会画小乌龟了。把你的眼睛画太小，我要给你加个双眼皮。睫毛。天哪。好像有点猥琐，看起来。为什么？不，我要给你加工一下。天哪，好丑哦！对不起你。没事，你画的我都行。这个还是你。这个是什么鬼？我崩溃了！天哪，我实在没有办法维新的时候它好看。没事，我再给你画一个。想一下，老鼠。不是老鼠。这个是什么？直播间的时候，别的直播间是看不了的，是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，应该是我创造的神兽图。啊！怎么还有两个？天哪！画个乌龟吧。那么就是画的最什么都不像，那就是怪兽了。反正怪兽长什么样都有可能嘛。对哦，鱼还没有画耶。天哪，真的好难，这乌龟的画风不一样。记得在背上画几个壳。它看起来像一只足球。有个朋友说很难想象下联该怎么画。我也好担心这个问题。看完成了，看是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对联，其中之一。我解释一下，大概就是，算了，从下面解释吧。这个应该是我，这个是乌龟，这个应该是天草，我觉得。啊，我画个，画几根草。对。大概这个是草，不是王冠。这个是单三，别低头，这个就是掉，这个就是你。我对不起你，还是这个吧。这个是栗子，这个是你还是这个是你？我要第三个，我喜欢长睫毛。好纠结、啊。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。我觉得我下台会被打。怪兽被你吃了吗？我只是在纠结，这个是你还是这个是你？这个是怪兽还是这个是怪兽？算了，这样吧。他们说下联可以画植物了。下一个。嗯，没墨了。这么快就没墨了？是不是意味着？是不是意味着我今天不用写了？对应一下就可以，那就当然可爱啦。我鱼这么可爱，所以他画的一定也很可爱。
我知道。啊。鼠鼠鼠鼠鼠，但今年是猴年耶。今年是猴年，不是鼠年。不是文盲鱼，是因为词库太多，所以一时之间就搜索不到了。它需要一个搜索引擎啊，那个引擎就是我。哦，马上就要完成了。我不冷啊，我好激动，我好热情，我要好热血，后面感觉火要冒出来了。啊，天哪，这个字太好看了，你们是不是很想看？来几个成语，横批一吹起，一颗赛艇。啊，好难，横批是什么？横批是鱼哥最帅。横批是林渊县，不要这样。横批一颗赛艇。不，你们不要期待我的字。鱼哥字还是可以看一下。啊，算了，这个留着吧，好难啊，讲不起来了。还有一幅五言的哟。一下我的怎么样？哦，对。是不是很押韵？鼠立寿丹，天归鱼。是不是很押韵？特别棒，此处应有掌声，呱唧呱唧。我想一下，我是个特别诚实的人。哎，我才发现一件事情。怎么了？我不告诉你。我觉得你写那个立有点怪哦。那是一个素字。啊，我多了两画。等一下，我可以的。没墨了。啊，完美。不要笑，这只是鱼哥开的一个小玩笑而已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